这么巧啊，沈千锦也约了你遛弯啊？今夜月色甚美。乌云蔽月，确有朦胧之美。赵瑶，今日你心情可好？心情还不错，不过你没觉得今天万路门的人都怪怪的吗？怪？你没察觉便算了。这个沈千锦怎么还不来？不会是迷路了吧？我去找找他。等等。你半夜上哪儿买的糖葫芦啊？我，赵瑶。我。你。韩光，湿气力气大，用银针把它扎晕。湿气这体质还真不讲道理。搞了半天，原来是求亲啊！好啊，没问题。咱俩这些年在江湖搞了这么多事情，这次啊，干脆搞个喜事吧。我说，搞个喜事吧。我说，来搞个喜事吧，听见了没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陆少阳说什么呢？风太大，并未听清。别呀！我打死他！我打死他！无事非无事！喂，住我！